我只是证件一下。不要说那么多，回去那边说。我原本那件金币就拿给他，你不要带我回去啊！小妹，妈妈回来喽！妈妈，小妹啊，妈妈跟你说，千万不可以让爸爸坐牢，所以你要跟警察叔叔说，瓦斯桶是你拿的，这样我们才可以救爸爸，知道吗？你就跟警察叔叔说，你是用那个把瓦斯桶载回来的，你现在要过去要用转的，一定要用转的，像这样子。随便你，只要可以转得动就可以。再转，这个手都一定要压着哦，好不好？然后再这样把它推进去。好，可以。靠紧，靠紧，靠紧。好，小心手。再来。好，没关系。推，用力推。很好，很好。妈妈，爸爸回来了。不要再做这种丢脸事。妈妈，认识那位女士吗？很想忘，但忘不了。所以案发的时候，莫夫人在家，您的继子莫继平先生正参加研讨会。嗯，如果需要相关的人士证明，我们都可以提供。当时潘鉴定师跟我们说画在他那，于是莫继平就找出先夫留下的古画鉴定书，没想到还没有跟鉴定师碰面他又出事了。我们已经锁定一位关系人，莫夫人知道张婉婷吗？她是我的女儿。那幅画为什么出现在张婉婷那里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我不知道，而且我也很难相信。笑的